你好，我叫 Elijah， 我16岁，我经常被欺负，所以我想转学。Elijah 在 Roosevelt 高中学是一个十年级学生，他想找一个学校有很大的运动场和有趣的中文课，但是他可不可以找一个完美的高中学？伊莱在开始高中学游览以前，伊莱先到办公室去访问一个人。你好，你在开始高中学做什么？我叫 Mrs. Nakakura， 我在开始高中学的办公室工作。你喜欢不喜欢在办公室工作？我的工作很有意思。谢谢，再见。Noel 跟 Eli 一起正在去看看办公室。这是我们的办公室，办公室没有图书馆员。在办公室你们做什么？我们到办公室去拿起表格，也拜访顾问。你们的运动场在哪里？办公室在运动场的旁边。嗯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。在你的右边是运动场。你们的运动场是新的吗？是新的。你从办公室出来，往左走，运动场在你的右边。在你们的运动场，做什么？在我们的运动场，我们可以打美式足球，也跑步。我听说你们没有美式足球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从运动场出来，往左走，在停车场出口往北拐，一直走到了第二个走廊，往右拐到了音乐教室。这是我们的音乐教室，它在美术大楼的前面。在音乐教室，你们可以做什么？在这里，你可以玩音乐乐器，也去舞房。Shout out to Adelie Music.到现在位置还挺好，他很喜欢音乐室。所以如果我们去，我带你去吧。Noel 在哪里？忘记他。一大楼的里边有中文教室。一大楼在几大楼的后面。我想学中文啊。好好。你从音乐教室出来，往右拐一直走，在第一个门就左拐一直走，上楼去就到了中文课。啊，这是我教室的窗户。这是中文教室。我们在这里学中文。我们的中文老师是开始高中学的最好的老师。一个好玩的中文教室在他的愿望清单的顶部。你从中文教室出来，往右走，下楼去，往左走，一前到楼梯，你往右拐，一直走，
学生餐厅在你的右边。这是我们的学生餐厅。我们的学生餐厅，师傅常常上鸡肉。这里离运动场很远。我跟我的朋友在这里吃午饭，也有先学生到上。你们去哪？啊，错。你从学生餐厅出来，往右走，过了电脑中心就在右拐，活动中心就在你的前面。这是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。这个教室在 H 大楼的里边，学生在活动中心的时候开会，也有咨询来。你从活动中心出来，一直走，图书馆在你的左边。这是我们的图书馆，图书馆在电影中心的旁边，图书馆在C 大楼的前面。很多学生到这里去上网也看书。你们有电脑中心吗？在图书馆的后面。